嘉义县 COVID-19 疫情下的接种率已经超过六成。嘉义县长翁章梁是特别是采到最上国小大型疫情下的接种站，来关心到老师大组第二档莫德纳疫情下的情形。伊嘛特别提醒这一轮的老大人，伫咧做完第二档了后，要至少隔七天以上才会当过来做流感的疫情下。嘉义县疫苗接种率已经突破六成，来到60.19%，排名全国第六名。翁章梁感谢乡亲踊跃接种，感谢第一线医护甲工作人员这段期间的辛苦。随着疫苗的稳定降下，翁章梁相信第一季节七成甲三至四成的目标，真紧就会当达成。第二季疫苗陆续开打，嘉义县利用假日开设接种站，方便上班族朋友陪伴厝内时段住。疫苗假日分别伫水上国小、六卡国小、甲东石卫生所提供接种服务。现在整个疫苗持续在施打哈，那现在除了第一剂以外，那现在第二剂啊，也在施打当中。那实际上嘉义县的施打率啊，整个全国比较起来还算不错哈，大概将近六成。那我们希望未来往七成的方向迈进啊，当然有疫苗就打。那现在这段时间也在打流感疫苗哈。那流感疫苗跟新冠肺炎疫苗相隔至少要一个礼拜才可以施打请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哈。那整个新冠肺炎的预防，那我想整个疫苗陆陆续续一直进来，那我相信那未来往六成七成，那第二季往所谓的三成四成，那我想应该很快会达到这个目标。那我们希望大家轮到的时候就赶快出来打。那有一些人可能登记了好久，那一直都没有打到哈，那基本上我们希望大家赶快去做相关的登记哈，那去查看看到底是哪边出问题，那有一些选项不要挑疫苗，那能够打就打哈，我想这是最重要的。那所以在这边感谢大家踊跃来施打，一起为全体的防护力在努力，谢谢。这一轮的接种对象是十月十号进行，符合已经接种莫德纳第一剂，而且届满十九以上的67岁以上时段，以及9月30号进行，符合已经接种 A G 第一剂，而且届满十九以上的65岁以上时段，也还有 A G 加 B N T 平台预约接种的乡亲。这是新闻中来新嘉义县采访报道。我讲，大概若虽然人来嘉义，就是要嘉义快乐，就是要嘉义精神，要嘉义继续往前走。去年的12月19号宣布要促成嘉义有科学园区，那今天来宣布整个科学园区所挑定的地点跟未来的发展。科学园区啊，这一块积木摆上去，等于整个龙宫大线架构能够完成。我想9月5号对嘉义来讲，会是一个未来永远必须要记得的日子。在15年后、30年后，大家就知道今天有多重要。因为今天的宣布，代表嘉义往龙宫大线方向走。今天条件已经有够，咱高铁都嘉义设站。故宫南面嘛，规个已经发展起，我真知影，安尼一大发展的速度对落着边会少好。百种种的交代，要让家己更加好，咱家己爱好发展起来。所以今仔日，咱就正宣布，嘉义科学园区落脚在太保。谢谢